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高僧传讲述东土天台宗三祖慧思大师在南北对峙、烽火连天的南北朝时期，有一位高僧，他本着佛陀济世救人的宏愿，以至深无比的大智慧、大勇气，竹波芒鞋徒步行走于大江南北，说法弘道，教人以真。劝人以善，虽百折而犹未悔。从他一生的行迹风采来看，我们知道他固然是一位戒律精严的佛教僧伽，一位有所开启、有所创造，对于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更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一位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宣传者和实践者，同时还是一位战乱年代的和平使者与反战争主义者。佛陀的精神与真谛在他的身上淋漓尽致的体现。所以今天我们讲述慧思大师。就是东土天台宗的三祖慧思，在少年时期，他就是看到出家人，他会上前去供养出家法师，因为有一位僧人，连续几天都接受了慧思。在少年时期，他懂得供养出家人，他就亲近的一位出家人就跟师父说：“昨天听师父你讲瞎子摸象的故事，真有意思。很多人看不到大象的真面目，却乱说大象是像扫帚啦，像一堵墙。人人都错了，却还要争辩是非，真是错到了极点。”僧人一听到这个少年啊，这样的一个简洁却不无道理的议论，他就问这个少年啊，怎么就错到极点？你说说看。因为这个僧人和少年相识才5天，但能够今天听到这个少年第一次说话，少年就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心中无相，却大谈大相。不是错到了极点吗？僧人一听呢，会心一笑，好一个心中无相。接着说，看在这个心中无相的份上，今天我讲一个故事，你听好了。这个僧人就跟这个少年开示了：从前有一个媳妇，因为受了公公婆婆的气，就走进树林，想要自杀，一时自杀不成。就爬到了一棵树上，把自己隐藏起来。树下正好有一个水池，他的影子就倒映在水中。这时有一个婢女到池边来打水，突然看到水中的影子，以为是自己，就说：“我的面貌原来是这样的端正，为什么还叫我挑罐打水呢？”说着，他就把缸子打破，空着手回到了家里。回去后，主人又给他了一个罐子，叫他再去池边打水。他又在池边看到那个影子，气得又把罐子打破。这时树上那个媳妇啊，禁不住笑起来了。这个女婢啊，看见影子笑了起来，才一下子醒悟过来，原来面貌端正的倒影并不是自己，心里呢就顿时觉得十分惭愧。那这个少年呢，一听呢，这个僧人的开示以后啊，他就说了：“
这个悲女最后能够醒悟并觉得惭愧，其实还算是好的。那个僧人呢就接着说了，是的，怕就怕心里执迷不悟，像几个瞎子一样，明明错了却固执己见。因为瞎子摸象嘛，他们是没有看到大象的样子的，所以自己会臆测。所以啊，僧人就随口就念到了，墨香以涂身，并熏衣璎珞，道惑心一耳，为从己身出，如彼丑陋杯见影为己有。就是刚刚的故事哈，然后他用那个寄语来哈诠释，然后这个少年的听着寄语说，最后的几句是什么意思？僧人就说了，愚惑的人常常不明事理，见识颠倒，把外界的东西当成是自己固有的。比如栀子花的油很香，有人就拿它去擦头发，但疑惑的人不明白道理，擦了以后以为是自己的头发发出了香味。事实上，所以出现这种因果颠倒的事情，就是在于大家的心里总有一个大大的我。讲到这里，僧人就慈祥的脸色也严肃起来啊。他不再理会身边在沉思的少年，就站起身来了。他就看着已经天色已暗了，看着黑漆漆的长街啊，就尽头的朗声说道，今天明天总得一见啊。几位呢来自冀州，就是今这个河北省的蓟县的朋友啊，就在这里会现身啊，所以呢我会在这里会供奉两天啊。所以一讲完呢，就有四个商人啊走到呢面前呢，双手合十，就对这个大师说道啊，请大师到冀州一行啊。那我讲这个前言就是说，少年时期的慧师从小就有善根，他就会亲近僧人，供养僧人，那也听闻到僧人的开示而得到启发。高深的大愿，慧师大师自幼喜爱佛法，每天读诵《法华经》，数年之间就超过了1000遍。读诵《法华经》，屡遭外道扰乱毒害，发愿要写照经字《般若经》及《法华经》。高深的大恨，慧师大师提倡止观并重，昼谈义理，夜晚他就观想，对后来的禅宗南北二宗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慧师大师是南北朝时代的高僧，生于公元515年。慧师在少年的时候，母亲做梦，梦见有一位菩萨进来，拉着小儿子的手，连声地说，死了吧，死了吧。而少年慧师在身处险境里，在刀剑丛中精听佛音后，心定入睡，天亮时请求法无法师为其剃度。法无法师就对慧师说，我虽已为你剃度，但是你我之间其实并没有师徒的缘分，关于师承，你将另有更好的机遇。他后来就从行囊拿出一部经，递给慧师说，这部《妙华莲华经》是我佛门弟子修习的基本经典之一，你要好好的研读，读时但求内心澄明，不必强求领悟，切记切记。菩萨之心应自利利他故，度一切众生故，知一切法实性故，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道故，为一切贤者所称赞故，是名菩提萨埵。
所以刚刚提到法无法师哈、啊，为这个少年哈、啊、剃度哦、啊，那这个少年就是后来啊，今后佛教在中国南北教义的融合，为天台宗的创立哈、啊、立下汗马功劳的慧师大师。因为少年时代的慧师啊，悟性很好，他就向往要学佛哈、啊，啊亲近这个善知识，所以他的剃度师长是慧师的师父，就是法无法师。然而他的师父说啊，我们的师徒的缘分啊，就是我帮您剃度了，你有更好的机遇，哦，就送给他一部《妙华莲华经》，就让他自己去参学了。慧师他常常会想，佛教的真谛是不是就在解决个人的生死轮回？然而呢，他对很多的经典的教育啊，他还是希望能够深入经藏，所以他就想要找个地方读经。但到哪里去呢？洛阳城的繁华对慧师毫无吸引力，沿街的景象相比，慧师总觉得繁华的都市是空洞的，是虚华的。到哪里去呢？露宿街头虽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慧师已经习惯在野外就寝了，但街头究竟不是读书的好地方，城里的寺院对慧师似乎也不欢迎。早些时候他曾去寺院挂单，但都以慧师没有出家的寺院而婉拒了他。那他就想要找个地方，他就边走边想，没有方向，完全顺其自然。后来呢，他就走到了洛阳城的极北处芒山，一座山不高，但却到处是仗着皇亲贵族灵骨的小山。寒风吹着坟边的劲草刷刷的作响，这声音容易让人把死者生前的荣华与时候的衰败联系起来。但慧师此时并没有这种人事无常的想法，因为听着风声，享受着无边的静寂，他觉得这里比洛阳城更符合自己的心境，就在这里歇上一晚吧。那同时他就走向一座较能避风的这个大坟墓啊，有时候会有那个可以遮哈、啊、风避雨的地方哦，他就踏上了祭台，他双手合十，向着墓碑啊鞠躬作礼，他就对着墓碑说：“贫僧错过住处了，就在此借住一宿，请施主提供方便。”后来他就把行囊啊就往怀中一抱，坐下来，整个身子就往墓碑上靠过去了。以前一天的疲劳总能使慧师合眼就睡，但今天不同，就在他刚想睡去的时候，慧师突然发觉自己的身子不断的往后倒。慧师惊醒的就地一滚往后看去，祭台前的墓穴已然有了一道口子，里面透出了幽冷的淡淡银白色的光啊，四周一片的漆黑，整座芒山就只有慧师一个人。寒风吹来，那劲草的刷刷声啊，听来有些让人心惊。对着这突然开启的墓穴，慧师呢虽然没有胡思乱想，可是还是会紧张哦，开始恐慌起来。怎么办？离开吗？既然墓穴的口打开了，就进去看看，也许可以避避寒风。就这样子趴在地上一阵子后啊，他好奇心啊就压倒了紧张感跟恐慌感，他
就起身朝墓穴走去，在墓穴门前，惠斯又再次的核实说道：“多谢施主好意，使贫僧免受露宿之苦。”说完呢，他就小心翼翼的进了墓穴。然而呢，他感受到了里面有一道光哦，就是有一颗好像鸡蛋大小的夜明珠发出的光。在暗淡的这个光里面啊，惠斯就打量了一下墓内的结构，墓穴很大，一如日常居住的厅堂。这个墓穴里呢，除了一张放着夜明珠的石桌，其他即是空无一物。惠斯就朝桌子走去，夜明珠底下就压着一张纸，纸上就写着：“进此门者，与我有缘，无与为证，明珠作礼。”我先讲到这里，我来再讲述一下生平哈。佛语一音演说法，因为这个空种啊，对后来的慧士大师是很好的缘起。众生随类各得解，愚顽的众生却如此的难以调伏，慧士的内心涌上沉重的负疚及责任感，他下定决心要苦读经典，每天读诵华华经，数年之间遍满千遍，后来就礼拜慧文禅师，得受观心之法。三四十岁时在滚州说法，因徒众人品复杂，常生是非，并受人猜忌谋害，终止北上，率众南行。慧士大师就于大苏山传法给智已，智已就是后来的智者大师啊，其为门下弟子中最为杰出之人，后来就创立了天台宗。在陈宣帝太建九年（公元577年）逝疾，世寿63岁。著作多由弟子整理，如《华华经》的《安乐行义》一卷等。自传有《蓝月师大禅师的立誓愿文》，世称蓝月大师，就是慧师大和尚。那刚刚讲到这个空种读经啊，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因缘。他接着呢，他就看到有一排字写着：“受此礼者，请先叩头礼佛百次。”这个空的墓穴好像早就在等着他了，而且是文字写好了，就要他啊礼佛百次。那读到这里，慧师呢不禁一笑啊，心里想：这个墓穴的主人看来是与佛有缘。今天我能进此墓穴，遭此经历，也算是与墓主人有缘。既是有缘，明珠要不要无所谓，但墓主人要我叩头礼佛百次的要求一定得满足他。也许未尽之事乃是他生前最大的憾事。这个故事是比较冗长，可是一定要交代给大家更清楚，因为是有这个缘起才有未来的慧师大师。慧师就端端正正地跪下来，面对着石桌，开始一五一十地叩起头来。大约叩到第70个，就是礼佛到70次的时候，慧师隐隐发觉地上的石砖开始松动。这地年久受潮，一碰就松，他心里这样想啊，边叩头边想，他就不太在意。等到叩到第80多下的时候，底下的石砖终于就脱落地面了，往下掉去，然后慧师就低头往下一看，里面还有一颗明珠，明珠边上仍是一张纸条。他再继续哦，把这个纸条取起来，看见上面写着：“后来者奇呀。”好，就是对这个来到这个墓穴的人呢、啊，他就以一个“后来者奇”哈、啊，是这个空穴这个主人就说：“余生前设计之空穴也。”虽系空穴，但普通人终未能进此墓穴。或亦有进此墓穴者，但恐都为明珠所惑，而未能礼佛百次之要求者。今君能进此墓穴，且即礼佛百次之要求，臣乃有信有义之人，故于敢与平生未尽之业相托。这个墓穴的主人要托这个后来进来这个墓穴的人哈，此穴设计精当啊，就设计得很好啊。
上下与天地相通，如可先转动墓穴门口右边的石筏关闭墓穴，转左边的这个石筏就可以开启，然后向右就可以移动石桌进入内室，届时鱼自有起势。然后落款的人是什么？空冢老人警句，表示这个墓穴的这个主人是一个老者，所以他用空冢老人自称。会师独臂知道自己可能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奇事，不禁有些踌躇，若以这空冢老人的要求去做，自己不知道这未尽之业就为何事，自己到底能不能做？若就此离墓而去，则此穴已遭自己破坏，就有后来者。这空冢老人的一番心机恐也要付诸东流。左思右想，会师就两面为难，但尽管心中是一片的模糊迷糊，毫无把握，会师最后还是决定要按照这个空冢老人的意思去做，如果自己实在完成不了，还可以找别人帮忙。老人不是留下了这些珍珠吗？再说我也正可以在此潜心阅读参悟佛理。会师就走向墓穴的门口，启动了右面的石筏，墓门呢就徐徐的关闭。会师的内心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似乎是惆怅，又似乎是平静。等墓门完全关上以后，会师就走向石桌的左侧，蹲下身向右一推，石桌就慢慢的移动了，对面的墙也紧跟着慢慢移动。等石桌不再移动的时候，墙上就开出了一个不小的口，可以容纳一个人行进。他就站起身，就朝着新开的口子走去，里面是一个通道，通道的入口处一样是有一颗明珠，明珠旁边又照例是一张纸条，这次纸条上写的是：如既已入室，即为我弟子，既为我弟子，则当先入经藏经室，按于所示之计划方法阅读各类经典，以求见性明理。藏经室右侧乃是储藏室，内存上等的蜂蜜若干，可供三年食用。入藏经室前，按通道右侧之石筏关闭通道。藏经室在通道的尽头左侧，到时鱼自有标记，那落款就写师志，就是来者就是他的弟子了。读着这张纸条，会师内心不禁一阵激动啊，冥冥之中似乎有着某种契合，自己莫名其妙地进入这个墓穴，又有这样的一个老师善知识在指导他，而这个老师又为他准备了包括佛经在内的各家经典，一切都得之无益，然而一切是又精心安排，让慧师自己都难以相信。慧师就想，这一切都是缘分，双手合十垂手念佛，然后把纸条恭恭敬敬地又放回原处，跪下磕头，算是拜见师父。后来他又将纸条收起啊，就沿着通道又继续往前走，表示这个空冢墓穴很大。慧师呢就在这个静寂的墓穴里就忘却了是白天与黑夜，因为他没有看见外面的阳光了，都是在墓穴里他就饿了吃，困了睡，除此以外就是读书。一步步的佛经就从慧师的手中翻过，一缕缕的暖流从慧师心田流过，他如饥似渴的阅读的经典，点点滴滴的领悟在心里积淀，一阵阵的感动流遍全身，昏暗的墓穴里充满了欢乐与华光。那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啊，洛阳城里呢，这时候呢，冬去春来，绿意盎然，季节转换。然而墓穴里的慧师呢，他无法感受到外面的变化。有时当他偶尔想起时间这个概念，可是发觉呢，自己在进入墓穴的那一刻，他整个就时间已经没有白天跟黑夜了，他就是
一刻不停地流动着，他就投入到阅读中去，时间的概念就抛到脑后了。有一天呢，惠施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再次诵读《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的译本哈，文采飞扬，惠施就读者觉得十分上口。只是当自己想要再深一层探究经文义理的时候，又觉得无从着手。这时候，他想起啊，他的剃度师长法无法师啊，曾经在临别时跟他叮咛啊，读诵《法华经》，读时但求内心澄明，不必强求领悟。于是他停止了想法啊，就顺手就从空竹老人的书架上就取下一本《法华经》注疏来读。根据老人的指示，惠施呢就读完了《金刚经》《大品般若经》《华严经》《阿弥陀经》《维摩诘所说经》《金光明经》等诸种经典。而这本《法华经》注疏就是最后的一部了，作者就是这个空竹老人他所注疏的。参照经文，惠施慢慢的读着，老人阐发的义理不断的激发着惠施的思想，使他感到十分的愉快，觉得读经是一种享受。就这样慢慢的读，慢慢的领会。当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惠施刚想到这个从经典里他领悟了，又想到发觉书后附有老人留下的一封长信，他精神一振，展卷阅读，至如入墓以来，就进入这个墓穴以后呢，阅读至此大约已历时半年了。你看老人都知道，好像未卜先知，知道有人会来，而且呢就开始交代了，他就写这封信给惠施。那惠施怎么来，就是他的因缘，一切都是缘分。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进来墓穴半年了，现在呢佛家的基本经典你以基本的略涉，学理上的各种观点也已初初的接触，但佛道之关键还是需在实践中领悟。徒有学理上的知识，一天到晚死守的书斋，沉溺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幻想，并不是佛家真正的修行。因此现在你所要做的，应是把目前自己所读所悟运用于世，在实践中领悟佛法的真谛。那空总老人呢，就写啊，于本皇室的成员，我本来是皇室的成员，因宫廷的内争，避居山林，一生唯与经书为伍，枯守书斋，碌碌无为。然当今之事啊，兵荒马乱四起啊，烽烟遍地，王朝迭兴，百姓涂炭。读佛家的经典，知佛之要旨，在于普度众生，教民于水火之中，使其脱离苦海。然我虽出生在豪贵，每日行动常受牵制，读经而以外亦无实践，没想几尺心里就纠软了。岁月常常百无聊赖中啊，我始终想要兴建空种，一以避皇兄之猜忌，二也算是把自己未尽之业的理想留下，于空幻中寻一丝希望，希冀能得到一理想之传人。故此书若能到汝手中，实于之幸也。因为惠施他读这个《法华经》注疏嘛，他书读完以后，后面就有一封信，这封信就是空总老人留的。身后之事不可预测，于就是他不知道如是否为出家之人，但想来能在此空总之中读完这许多经典，应是佛门弟子无疑。果如是，则大幸。如出墓穴以后，需尽心尽力弘扬佛法，消人贪欲，平息纠纷，以使人们和平安乐的相处。其余在我身后的不久，暂时不起，万民得救，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平生未尽之业也，望汝就希望您能代师行道，切切莫忘。空总呢，因为是潮湿啊，不宜久居啊。读完了、啊、这本书，你就要赶快离开墓穴哦。那你走的时候呢，再按右图所说明啊，关闭这个墓穴。储藏室内呢，有金银若干呐、啊，可以给你取用，作为弘法之用。落款就写师志啊，就是师长留下来的哈、啊，这个交代事情。惠师读后啊，内心不禁啊，心沉重起来。先前读经时是那种愉快的感觉，已是无影无踪了，好像任重道远了、啊、有责任要弘法立身。他就想到从五经到洛阳的一段经历、啊、又开始在他心底 涌起，因为那时候他在那个应该是听闻啊，这个僧人啊开示啊讲故事啊，到后来又到永宁寺啊听这个讲经说法的场面，还有呢呈现到兵荒马乱啊，南北朝的时候啊，其实是那时候市局很不稳定啊，所以他整个就浮现在眼前，他长叹一声啊，想起了《法华经》的譬喻品经文，佛对舍利佛说啊，有一个长者，拥有一所到处充斥着毒虫猛兽的一个大宅子，有一天大宅子突然起火，慈祥的长者见孩子们贪玩，不肯撤离其中啊，就待在火宅中想尽办法，直到孩子们全都脱离险境，就是三界火宅哈。我们世间人就是在贪嗔痴慢里啊，所以呢就一直在这个六道轮回啊。所以佛陀就阐发故事的含义。佛告舍利佛：“我亦如是，众圣中尊啊，世间之父啊。”一切众生皆是无止，这是佛陀对舍利子说啊：身若是乐，无有慧心，三界无安，犹如火灾，众苦充满，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忧患，如是等火，炽然不息。就是佛陀开示哈、啊，讲三界火灾，然后慧师呢，他的内心啊，就涌起了感动跟激情，因为他平时就是在读诵《妙华莲华经》，那想到譬喻品啊这一段，这个佛陀对舍利佛的开示啊，他后来就离开了空种墓穴啊，就立愿要在实践中弘扬佛法，同时要领悟佛法的真谛。所以这一段我交代的比较长，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过程啊，也是一种因缘。因为他的缘起就是从空种墓穴里读经去领悟，然后他发愿立愿要实践弘扬佛法，然后领悟佛法的真谛。慧师离开空种的时候，洛阳城就承受着一场巨大的灾难，战争的毁灭性力量主要是因为统治阶层的内部争斗啊，战争的残酷使慧师十分不忍、哦、可是呢，空种老人的话在他耳边响起，他只能无奈的摇头啊，然后呢绕过洛阳城。慧师在墓穴的时候，他感到天气越来越闷热潮湿，没有想到外界已经是炎热、哦、如夏、哦、所以他就在路程中他感到口干舌燥啊，然后就经过了几天的墓穴生活啊，他因为呢看到自己水中倒影的蓬头垢面啊，他就发现自己变成一个野人了啊，因为完全都就是头发啦长啦胡须长啦，所以呢他自己就开始就把他的衣衫整理啊，就继续往前哈、啊。就在呢他在树林的时候，经过有一段路啊，他想说走累了就在古树下吃点干粮喝口水，靠着树干闭目养神。
后来呢，听到了树林里面有野兽急促的咻咻咻的呼吸声，他一惊醒过来，他知道有猛兽靠近了，可是好像又听到人的脚步声，有人遇险，所以呢，他心一沉，想说去看看吧。他知道已经有人可能有危难的时候，他听到也看到了野兽发出的声音，而且呢，有一个人跟一只野兽在互相对立，一动不动。他走近一看，哎，有一个二十来岁的人背靠着绝壁，双眼就紧盯着五公尺外的一只豺狼。可是这个豺狼呢，他们是互相跟这个年轻人呢对立着。惠施呢，就顺手就拿了一颗大石头啊，就对着这个豺狼丢去了。那豺狼就受惊了，就跑开了，就往林子的那个树林深处马上跑开。年轻人呢，眼见这个危险解除，双腿一软，就沿着绝壁啊就倒地了。那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后来是惠施大师一生中关系最好的朋友，他姓陈，名嘉勉，陈嘉勉，一个医术高明，为人是仗义，经历曲折的医生。在惠施大师以后的说法生涯中啊，惠施法师有几次为人所害，都有赖于他的医术而得以脱险。然后因为陈嘉勉金卜未定嘛，他后来就问哦，师父可有住处啊？惠施就答，贫僧是路过此地，并无歇脚处。啊，陈嘉勉就非常诚恳地说，我家就在前面的平望镇上，师父可以到我家歇息。后来他就跟着陈嘉勉到了平望小镇啊。那陈家世代在平望镇啊行医治病啊，颇有名气。陈嘉勉的父亲呢，医术高明，为人诚恳，邻里治病都是不辞辛劳，遇有贫困的病人就经常免费医治。然而在平望镇上有一个财主姓周，因为叫周书礼啊，就是我们说诗书不通不达理啊，可是人家就称他书礼啊，书就是输赢的输啊，周书礼，其实他是书生的书啊，然后礼貌的礼。周书礼呢，就是因为虽然呢衣食无忧啊，可是他总觉得人生在世啊要做点事情才好。那镇上的人就看到他就像避瘟神一样啊，对他敬而远之啊。可是他就以为自己的威信高啊，因而洋洋得意。他就看到了这个镇上这个陈嘉敏啊，他们世代都是中医嘛，因为他们的这个算是造福啊乡里啊，所以他一直想说，那他也想在镇上开一家诊所。因为陈家在平望镇上很有名气，然后周书礼就想要就是给陈家制造麻烦，后来就衍生了哈，他们就要打垮陈家的计划。这个是因为他跟陈嘉勉的一段姻缘哈，因为惠施大师很有慈悲心，他知道呢面对事情困难的时候，他如何以理智有智慧哈去处理它。那我重点大概提一下，因为呢这个周书礼哈要让这个陈家哈这个诊所啊的这个经营啊不能像以前的话，他一定要有一个谋略的计划。所以有一天呢，他就设计了一个陈家少爷脱了周家的玉骨宝剑。那大家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呢？可是呢，他们就到陈家里啊去查了，说确实周家的玉骨宝剑不在了。
结果陈家勉的父母亲因为陈家勉被抓去官府了，他们呢父母亲呢就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变故，双双都去世了。然而慧师大师呢，他很清楚，因为他也做证人，我明明跟陈家勉是在树林里，我救了这个陈家勉，当初他并没有在这个镇上，也不可能去偷周家的古玉宝剑。后来我们说刚刚这个陈家勉的父亲啊，听到这个他的儿子啊要被判决啊，他就喊冤要伸冤，因为呢接连的变故，这个陈家勉的父母亲啊在处理这个告别式以后啊，所有人都神色凝重啊，因为觉得说明明是这么好的这个我们说夫妇都是照顾乡里，为乡里的这些病重者医病，而且呢敦亲睦邻，突然就发生这样的病故。慧师呢就开示啊，他是在大众中，在街坊邻居里，他就对大众讲话，街上的人一听和尚要讲地狱的事情，都围在慧师的周围。那慧师就开始讲啊，佛陀在各种场合告诉我们，要想离苦得乐，须得先断恶修善。在《无量寿经》中说，佛陀对弥勒说，汝等能与此事端心正义，不做众恶，甚为至德。就是说所谓的德就是断恶，如果我们没有作恶，那就是已经成就自己的德性了。反过来说，如果身心有过失，造恶业，则情事随业流转，不得出离。具有德性远离恶业的人，往生就不会堕入地狱。那周围的人就急切地问，那究竟有没有地狱？慧师就回答说，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无。地藏经上讲得相当明白，只有两种人能够见到地狱，一种是有恶业去受罪的，这种人为什么能见到地狱？因为他们自身有业力，而地狱正是由业力变现出来的。一个人没有业力，自然就没有地狱了。他就讲故事哈，让大家可以听得更明白啊。以前有一个县官，断案如神，东岳大帝听到他的名气后，就请他做自己的判官。这位县官白天在阳间处理各种事务，晚上就到阴曹地府办案。有一天，县官突然想到，阴间地狱里有一种刑罚叫炮烙，就是把铜柱烧红了，叫受刑的人抱在这个柱子上，这个刑罚是非常的残酷。他就起了个慈悲心，对东岳大帝说，能不能把这个刑罚废除了？东岳大帝听了以后不说话，只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看。走了很长时间的一段路，小鬼就对县官说，到了，但县官却什么也看不到。这时他才突然想起，佛经里面曾经说过，一切都是业力变现的，他自己没有造这个业，所以什么也见不到。因此只要生前不造恶业，死后是不怕入地狱。第二种是能见到地狱的是菩萨，因为菩萨要到地狱里面去度众生，所以也能见到。旁边就有人问哦，菩萨能不能见到和我们关系并不是很大，关键是我们行善以后是不是确实可以脱离地狱苦海。那慧师大师就开示啊，只要一心向善，诚意正心，远离恶业，就一定能够脱离地狱之苦。慧师说啊，这不仅于地狱是这样，六道十法界也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行，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华华经上说，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平常行事却莫有害人之心，一旦心存此意又不知悔改，后果就严重了。比如现在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啊，这个一己之私就是周书礼，他们去陷害了陈家敏。原来呢，他是一个行医济世人心人术的医生，却因为诬陷他的儿子陈家敏，他的父母亲就重病身亡。所以慧思大师就借由故事来开示，也启发大众了，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损害邻里关系，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使一家人生离死别，这样的业因虽不及时报应，但最后终究是要获得相应的果报。正如《无量寿经》中说的，各怀贪欲，嗔恚愚痴，欲至后己，欲贪多有，尊卑上下，心惧同然，破家亡身，不顾前后，见上棒身棒，不失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消散魔境而复求索。所以呢，堕入到三恶道，就要从三恶道里就有无量的苦恼，痛不可言。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消除自己心中的邪念，从而使自己脱离轮回之苦，而达到无苦安稳的境地。我们要主动承担起感悟他人、救济众生的责任，因为佛的境界并不只在利己，还要利人。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说，为一切众生脱生老死，故所佛道是名菩提萨埵。有大誓愿，心不可动，精进不退，一世三世名为菩提萨埵。我们每个人在自立的基础上，还应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他人谋幸福。以现在而言，陈家、周家这两家之事，我们每一个人知情人都应该挺身而出，为澄清事实真相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慧师就说，平生作为见证人之一，因为他知道他当初是在树林里，陈家敏明明是跟豺狼在危险的时候，他怎么会去周家去偷这个古玉宝剑，可是被诬陷了，有责任在公堂上作证，也有责任在此向大家澄清事实的真相。周家所说的案发时间，平生确实和陈家的施主在一起，就是他明明是跟陈家敏在一起啊，因此陈家敏是绝无作案的可能。我希望所有知情的人都要有大勇气，为澄清事实真相讲公道话。周围听法的人一下子都静了下来，因为他们听到了慧师的一番的义正言辞的话。有人就佩服啊慧师的勇气，同时呢隐隐的为他担心，因为有人是在为陈家的不幸遭遇而伤心，有人却想着人世的变化无常啊，有时实在让他们难以想象，有些人在沉思，师父在反省。那周家这个周书礼啊，他竟然说啊，这和尚啊胆敢公然在大街上大放厥词，真是活得不耐烦了。那这些过程都要说哦，因为他的儿子啊后来啊也跟着慧师大师修行啊，可是慧师呢他还是借由这个关机斗教啊说给大众听，也让这个周家也听到了哈，因为他对大众开示。慧师就凭着自己自身的坚毅与心无所畏惧啊，再次到街头哦讲述佛法，同时为陈家澄清事实。他对着大众说，昨天我说诚心正义远离恶业是脱离轮回苦海的基本条件，但仅使自己远离生死轮回并不是佛的真谛所在，并不是佛的最高境界。佛的最高境界是在于自利利他，在于普度众生。维摩经中曾经记载，文殊师利菩萨在八千菩萨
五百声闻弟子的陪同下前往维摩诘居士的病室探访，在表达了问候的意思以后，文殊就询问维摩诘得病的原因。对此，维摩诘回答说：“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灭，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愈愈。菩萨病者，以大悲起。”维摩诘居士的意思是，菩萨之病是为解救一切众生而起的，是出于他大慈大悲之心。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也要朝着大慈大悲的方向发展，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救世人于迷雾之中。比如陈家、周家这两家之事，澄清事实固然是为陈家伸冤，但又何尝不是在拯救周家？我们休息15分钟。
会师在人群中跟大家讲这个陈家跟周家的两件事，那就有一位年轻人，他就是周书礼的儿子周天孝，他就上前啊，严厉的就问了会师啊，请问师父，什么叫又何尝不是在拯救周家？啊，会师就平静的说啊，施主何必明知故问？你周家设计陷害陈家上下，别人或许不知，施主你还不知道吗？平生良缘的相劝啊，施主要及时回头，否则越陷越深，到时不可自拔。啊，就有人大声地说啊，周陈二两家之事，县大人已经审理明白了，陈家勉是偷取了周家玉骨的宝剑是事实，大家不要再听旁门走道的人胡言乱语。那就有两个公差啊，就把会师哈、给压了起来。啊，大家呢人群中都是敢怒不敢言。就在这个时候，在人群中就响起了一个平静又有威严的声音了：你们这样做就能磨平事实的真相吗？原来会师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僧人，然后呢，这个僧人呢就是后来的慧文哈、法师，就是以后也是会师所亲近的师长。那因为有一个国子博士啊，卢景佑啊，他因为暗中查访陈周两家的案情啊，疑点甚多啊，他是奉旨出巡啊，就下查民情啊，因为他就将这个案情就往县衙门重新审理，请所有的知情人啊去作证。然后他也告诉在场的这个人众说啊，如果你们有其他的冤屈要需要申诉，本官到时一并办理。他就带着他的手下啊部署离开了。三天以后，国子博士卢景佑的审理啊，这个陈家跟周家的案情就水落石出了。原来是周家父子为了消灭竞争对手，就串通啊赵同等人啊，就是将那个古玉宝剑啊放在这个陈府的后院啊，然后这个物证呢就在糊涂的县官的审理下啊就达到目的，所以呢案子审完以后，陈家勉就无罪释放，县官就被免职，周家的家产充公啊，周家父子周书礼还有儿子周天孝以及赵同就充军发配啊。这个结果一公布，平望镇上的百姓就拍手称快了。案子结束以后，陈家勉就被释放了。回到家呢，陈家勉的悲从中来啊，他就买了香烛啊，在客厅里布置灵堂，在父母亲的灵位前啊，他就双膝跪地的对他的父母亲说啊，孩儿回来了，孩儿回来了，我们无罪，我们无罪。因为他父亲要往生的时候啊，喊冤呐、然后慧师就在灵前就念经啊。那就有一位僧人呢，就是慧文法师，就来陈家要找慧师啊。在说法的当天，他就收慧师为徒了。那慧文法师就对慧师说：“你两次说法我都听了，你能有此领悟，为师感到高兴。”然而慧师就答道啊，弟子不才，佛经中的许多道理都没有领悟，两次说法也没有感动周家，要不是慧文师父来到，我自己不知道沦落到怎样的境地，更不用说救人了。然后慧文法师就对他勉励啊，经典的领悟要慢慢的进行，不能一蹴而就啊，现在的关键是你具有了佛心啊，这是我佛门弟子修行的最根本，从明天开始我为你讲解佛经要旨，今天呢我们就向那个陈家的施主哈、就告别了。师徒俩就在山谷中呢搭建了小木屋，日子过得自由自在。慧师与师父读经，慧文法师就对慧师讲经说法，慧文法师从龙树菩萨的思想中悟得的道理称他为一心三观，希望慧师好好领悟并能从中得益。慧文法师又把禅定的修习方法传给慧师。东魏孝敬天平元年（公元534年），慧师
读妙胜定经以后，思维对禅定有进一步的理解，就决定再次入定修禅。慧师记起空总老人的话，佛道的真谛在于实践。有一天突然心有领悟，法华三昧与大乘佛法门都得到印证，自己因此而得以彻悟。在讲授完一心三观的观行方法以后，慧文法师把禅定的修习方法传给慧师，然后就在一个早晨，他就对慧师说：为师已把所有的要义都传给了你，至于今后你能悟到哪个层面，就全靠你自己的努力程度和悟性了。我住在山谷中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所以今天就要下山，我们师徒以后有缘再见。后来慧文法师就收拾简单的行装啊，就离开了。那慧师他以平常心对待，在静心自我检查的时候，他想起了空总老人的话，佛道的真谛在于实践。他由此而知道自己在修习的过程中不能再获得进一步的进展，就是因为在守空过度。在慧解与实践之中，自己以前一直不是做得很好，他是开始自然就让全身放松，就让自己很自然的就突然大悟了，以往纠结于心的诸多问题突然全部得到解决，所以法华三昧和大乘法门都得到了印证，因此而得以彻悟，不再需要他人引导。因为在这个山中啊，极静已经习惯了，因为修禅需要安静的环境，以往慧师对这样的极静他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啊，但今天有点意外啊，他觉得这个静寂里面有一个内心隐隐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感受到今晚可能会发生事情，可是无从推测。就听到呢外面有人在讲话了，你们看清楚了吗？确实住在这里吗？再确认一下，否则等一下烧成黑炭以后就辨不出来了。他听到了周天笑的声音了：你想成佛做主，今天就成全你，送你上西方极乐世界。原来这个怨毒的话呢，是周天笑要来报复，哎，因为他的仇恨啊，全部都怪罪在慧师啊，所以如何让面对自身的危难，能够跟他点悟，让他明白呢？他就想说，怎么样去开示对这个周天笑啊？结果呢？当他们点火以后啊，风越刮越急了，本来没有风的，当他们要点火要烧那个木屋的时候，火苗啊就开始往上窜啊，风也越来越大，天有不测的风云啊，周天笑难以想象空中居然有个惊雷啊，打雷的声音啊，然后就开始啊，豆大的雨点就从空中急洒而下，暴雨如注。暴雨来得快，去得快哦。那周天笑就因为呢被这个雨淋湿以后啊，他整个就瘫倒在地了。后来慧师就急忙的诊治他哦，帮他啦到药店买药煎药啊。然后呢，周天笑从昏睡中醒过来：你为什么要救我？慧师说：施主重病在身，等养好身体以后再说吧。那他为这个周天笑这样的一个殷勤的关注他哦，周天笑呢他自己感动了，
因为会师说，施主的病全好了，我们该分手了。从今以后，我们之间就算是没发生过任何事情，想怎样对我就怎样对我，不必因此而犹豫不决。但要提醒施主的是，从头到尾本就是施主的不是，若不是施主的父子兴起贪欲，怎么会有玉骨宝剑的事呢？陈家施主又怎会生离死别？到最后又怎么会施主父子的充军发配？所有这些望这个施主三施啊，冤冤相报啊，无有一了时啊，对人对自己都没有好处。而且一个人的罪业啊，即便生前没有报应，死后来生必有果报。你我之间究竟怎样了结？那全是在你我个人之间的因缘，结果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慧师又继续说啊，其实全在世人无法摆脱自己的欲望，欲望一旦膨胀，就为罪业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其实我们大可以这样想，假使我们想要得到东西全得到了，那时我们又能怎样呢？假如这种获得的手段并不光明，在静心反思的时候，我们能安心吗？人应该关心自己，但不能总关心自己。昨天笑默静默不语，后来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啊，原是我们的错，只是家父在充军的期间染病上身了，家母在我们父子发配以后也因变故太大而去世，因此如果说有因果报应的话，一切也都已经有果报了。然后周天孝就说，其实我也不想再造业了，经历了种种的变故也该看破，一切无可以生成有，一切有也可以变无，关键在于自己是怎样啊看。说到这里啊，周天孝啊就满脸诚恳地说啊，现在我就有一件事还未能释怀啊，这些天来我躺在床上静观师父的行事，想想自己以前所做的一切错太多，心中也太小，所以以后的日子里我想改变自己的想法做法，希望师父能成全我这想法，答应我一件事。昨天下午就上前向慧师双膝跪地，请师父收我为徒。慧师见这样的结果不禁大出意外啊，施主请起，贫僧不敢当的，有话慢慢说。然后周天教就说，如果师父不答应，我就长跪不起，我的罪业太深了，也许尽我的一生也未能消解其万一，请师父看在我从此向善的份上收我为弟子吧，如此是为了能安我的心。那这一段为什么要提起？因为他以后也是成为慧师很重要的一个弟子哈，从旁来协助慧师哈的弘法立身。后来慧师就说，你既已了悟一切的因缘，从此就叫了缘吧，你既已入佛门，佛家的戒律须得遵守。所以周天孝后来就出家了，就成为慧师的弟子，法号叫了缘。那后来慧师就带着哈了缘去了那个陈家勉的家哦，然后呢，慧师就说啊，往事已矣呀，冤家已解不宜结呀。了缘现在诚心悔过啊，我们不可以忽视他的向善之心啊。看在平生份上啊，施主与他和解吧。就陈家勉很久以后才说啊，师父有大恩德于我家，师父的话我理当秉从，只是我怕啊。然后呢，慧师就说，贫僧啊，愿为了缘担保。陈家勉就决然地说道，既然师父以慈悲为怀，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从今以后一切恩怨我只找周天孝算账，与了缘无关，只是我有个条件，请师父答应。
因为陈家勉啊，他说啊，这些年来我在家行医，觉得闷了，想和师父一起到外面去走走，不知师父可以答应吗？哦，后来呢，慧师就带着了缘还有陈家敏慧师如何以德报怨的故事就传遍了整个平望镇。慧师大师于滚州开元寺讲大乘佛教的基本经典《维摩诘所说经》，从佛果品讲到菩萨品，再从问疾品讲到入不二法门品，最后又从香积佛品讲到竹雷品，整个过程讲得有声有色，但底下的僧众却听得目瞪口呆。经中有关佛国净土的建设、菩萨的利他实践、不二法门的论述，还有娑婆世界菩萨实践的八法，都让他们听得有如雾里看花。因为过去并没有人去讲大乘佛教的经典，所以他们就觉得好像听得并不是很明白。那要开示饶益众生而不忘报，待一切众生受苦恼，所作功德尽已失之，都让历来提倡个人修行的僧众无法明白。因为都是属于偏向自我解脱、自我修行，所以只有在饶益众生而不忘报之类的观点能接受。总之，在两个时辰的开示，慧师大师所讲的《维摩诘所说经》真正成了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后来开元寺有数位僧人认为慧师师徒在宣扬邪说，谋略以毒药陷害慧师及其弟子。有一位长者，就是在开元寺的普观法师，以一死为开元寺消灾解难，并保全慧师师徒在开元寺之平安周全。因为慧师对大乘佛法的领会啊，到了新的层面啊，那有很多法师就劝诫啊，慧师啊，在弘法的过程中会有种种意想不到的磨难，所以随时随地需要小心，否则法尚未弘扬啊，身将先殉法。因为慧师大师名声提高啊，开元寺的这个僧人就和普光啊法师一样，都接近慧师师徒。然而呢，还是有一些僧人就认为他们在宣扬邪说。就呢，有四个僧人哦，他们呢来者不善啊，他们就对慧师啊要找他，其中有人说哪一个是慧师？那了缘呢，他知道这个来者不善啊，就直接说贫僧就是，因为呢他要挡哈、这些不怀好意的哈、就赶紧说贫僧是慧师啊，这个是我的徒弟了缘。可是呢了缘还是镇定自如，不动声色说了缘不可如此，赶快退下。他自把自己当作慧师，为什么？他在保护他的师父、也因为慧师的穿着简单啊，在这四个人来势汹汹啊，他们就认了哈、了缘就是慧师。结果呢两个人呢就把他的手绑起来了，就从他的嘴里就灌了药水毒药。那四个人完成任务离开以后啊，整个时间很短，然后正好遇到了这个普光法师，他是我们开元寺的一个长辈哈，普光法师他就直接说啊，你们怎么这般打扮？原来是四个僧人哦，他们呢就大家都不认识他，因为他们过去是不在寺院的，正好回来哦，就他就说你们怎么会在这里，他就叫他们的法号法空法性，你们怎么这般打扮？后来普光进到屋内就看到怎么回事，结果呢就看到了了缘的鼻孔嘴巴耳朵啦，就血就涌出来了。后来普光法师
他知道了，原来呢，住持呢也对于慧思司徒在开元寺的弘扬大圣的佛法，他并不认同，所以也就让他的这些在开元寺的僧人呐、啊，就是以毒药来陷害啊。然后普光，因为他也是长者嘛，他就对他的师兄，就是住持啊，开元寺住持叫普照，他说：“师兄，你能眼见了缘流血死去而无动于衷吗？”结果呢，这个住持普照厉声的道啊：“出家人呐、啊，慈悲为本，不杀生呐、啊。师弟没有证据，你就不能乱下结论。”那了缘呢？其实呢，他因为这个毒害太深了，他就对着陈家勉说啊：“你能原谅我和我的父亲的全部罪业吗？”这个过程呢，其实他过去所做的，我们说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他就请求陈家勉的原谅。然后他就对着慧师了缘最后的一句话，对着慧师说：“师父，你的观点是正确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弘扬佛法，就一定会被大家接受的。只是我没有能好好的领会师父的观点，对不起，对不起师父的教诲。”啊，这是最后他们师徒的对话。后来普光法师啊，他离开了哈房间了。结果呢，开元寺的小沙弥匆匆跑来啊，对着普照这个住持说啊：“禀报住持法师，普光法师圆寂了。”此话一出，普照就连同慧思师徒又是一个惊吓哈、哦，因为呢，普光法师圆寂前要我把这封信交给住持法师，那普照呢就展卷细读啊，住持师兄案前啊，是才普光所言绝非妄言啊。望师兄在家细查，师兄却勿以师徒的情谊而不顾事实正义啊！慧思法师所述的观点，就是慧思法师所说的大圣的佛法观点，实有其理的。望师兄勿以门户之见而以邪说对之，如有可能，请在本寺宣扬此观点。普光近来已著有心得一卷啊，置于藏经阁内啊，师兄可取而观之啊。果如是，则本寺之信，佛门之信也。皮囊区区不足为念，普光所憾者，开元寺自立世以来尚未有此等劫难，故普光愿以一死来为本寺消灾解难，同时希冀以此保全慧思师徒在开元寺的平安周全。这是第一次的初次遇害被害，就是在滚州说法。后来又南下，又第二次的遇害，在侯景公元547年，就是谋反，侯景兵变开启了南中国旷日持久的战乱，直到唐朝建国才算彻底的安定。年年不断的战争使得良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尤其是南洋战争的毁灭性力量，使原来富庶的江南地区炊烟断绝。慧思大师劝说刺史刘怀宝以民为贵，侯景之变事件造成民不聊生，他才决定不再起兵，不忍心看着天下百姓再遭浩劫。然而司马抱全和西魏使者王陵坚决起兵，抱全的坚请慧思大师与刘怀宝赶到报府赴宴，抱全呢就在酒菜下毒。后来慧思大师与刘怀宝处于昏迷的状态，因为是陈家勉钻研各类毒物的相生相克的原理，根据毒性对症下药，相继才脱离危险。这是他第二次又遇到这个毒害啊。所以在南北朝的时候啊，政局是不稳定的哈，都是兵荒马乱。那慧思大师一心是要弘法立身啊，可是就会遇到呢，对于这个大圣经典的不了解啊。那慧思啊，其实他一直在思考啊，从往生的了缘的怀念，
也对自己深深的自责。弘法传道的目的本来是要消灾解难啊，消解灾难，但在滚州呢酿成了悲剧，他就深感不安啊。尽管要追其本源啊，错并不是他。其实可以结合大小圣经典的要旨，以大圣精神汇通解释，既能避免无谓的冲突，又能弘扬大圣精神，效果可能会更好。所以他就讲经说法，也注意到结合大小圣经典，以大圣精神贯穿始终，讲经说法的效果是空前的好，听众越来越多，信徒也越来越多。而在这个深造这个师兄弟的协助师父同时的当下呢，他也体会了对深入经藏智慧之来，他就越来越丰厚啊。北齐文宣帝天宝六年公元555年，慧释大师在光州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光山县开悦寺说法已经有半年，南北佛教上的差异他体悟的更是真切。北朝地区重实践，但实践普遍还是停留在为个人的积功德上面，风气所及却所及甚少。南朝深重则相反，虽然也见识写经见识度身照相等，而心灵的改造无上智慧的追求却所及甚少。南朝深重则相反，虽然也见识写经，注重的是对经典的研习与心灵的领会，慧释大师潜心体悟南北方佛教的异同。南北之间烽火不断，路上多有艰辛，你这样的涉险前来，难道不怕损了自己的性命？这个是慧释大师对智宜，因为智宜要寻找名师嘛，所以他就到大苏山啊拜访了慧师。在自己的自我介绍以后啊，慧师就问道嘛，就说南北之间烽火不断，路上多有艰辛，你这样涉险前来，难道不怕损了自己的性命？慧师呢和自己的相会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幸事，因为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历史的史实而论，两位法师之间的薪火相传啊，开启了中国佛教新的源流。智宜他在幼小的心灵其实他在上了学堂学习儒家的各种经典，他一有空他就学着僧人打坐啊，还有回顾自己他读过的几本佛家的经典。那因为在战乱的年代嘛，自己的脑中都永远不会忘记啊，有一个晚上就是在他出家之后啊，有一天夜里啊，父亲呢就面对家人一言不发啊，神情的严肃啊，就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就飞驰而去啊。因为呢他的父亲呢也为了要打仗啊，就离开了家人啊，所以他每当呢他想起这个悲壮惨烈的一幕啊，他们就充满了对父亲敬佩啊。因为父亲离家以后不久啊，敌人就开始攻打城门，那父亲走了，城市破了，敌军浪潮般啊汹涌而来，整个城市就在血腥中散发着百姓的嚎哭声。父亲血染沙场，为国捐躯了，父亲母亲在离乱中遭遇敌兵，自己呢就身遭不测，就他的母亲就身遭不测，在瞬息的变化呢使自于就深感人世的无常。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脑中就自然地涌起了小时候念过的佛经，在佛经的这个梵音里啊，智宜的内心就得到了保持一片的宁静。所以他在18岁的那一年，就在襄州啊，今湖南省的长沙市果院寺出家，拜法绪法师为师，法名智宜。后来就追随慧旷法师在大贤山学习大圣经典，苦心研习法华经义。但悟性极高的智宜很快就不满足于大贤山的学习，所以他就到大苏山去亲近了慧师因为慧师大师在大苏山讲法弘道，也因为这样的因缘嘛，所以就成为了这个
慧师大师的弟子，智仪就是后来的这个我们的天台宗啊智者大师。那因为慧师其实也一直想要找到哈未来的一个传人呐、啊，因为他们见面的时候有一个对话哈。智仪说啊，人事无常啊，皮朗的这个生死其实是无所谓的，充其量只是时间的长短罢了。我们这个人命是无常了哈，随时就是时间一到了就要离开娑婆世界了。因此，与其终身长寿而迷茫不绝，不如须臾之间闻道而即死。弟子呢来大苏山专为求道，无法顾及皮朗的生死。因为慧师有问他嘛，你不顾你的生命啊，烽火不断了、啊、你既然涉险来哈、哦，然后慧师就笑着问了、啊：然则皮壤为行，哎，佛道为实，去行而不实不存，奈何？啊，自己就从容的回答了：须以道充皮壤，使行跟实相合，从而灵台清明，不至于终日的浑浑噩噩，就为法而来哈、哦。弟子以为离道之皮囊无时无地而不可死，即死则腐朽矣，无法再生；而道则独具大神通，可以脱离具体一人之皮囊而永久延续。故得道则虽死犹生。此意为佛陀所谓的脱离生死轮回的要义之一啊！也因为智仪的回答，让这个精通佛理的这个慧师大师啊，欣喜不已啊。自己从慧师的消瘦的脸上的笑容看到说，在他们的简短的交谈里，慧师也直觉到了眼前的年轻人啊，可能成为自己最理想的学生之一啊，所以他们的呢法理相契了。后来呢印证了慧师直觉的正确性，因为智愚的性情悟性和慧师啊是相近的，慧师大为欢喜，因为两人呢可以就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交流。慧师从智愚的身上看到希望，后继有人。内心燃起了希望的慧师呢，就将如何修禅一心三观的基本要义啊，以及自己历年来悟得的诸法实相论，全部传给了智愚。然后慧师看到了这智仪啊进步神速啊，他也称许赞叹了、啊、智仪是个难得的人才啊，加倍的着意培养，除了一般的传授心法以外，特意要智仪代师讲经啊，鼓励他在上山求法的人间啊去挑选一些徒弟。后来呢，因为智仪也可以代师讲经啊，四方流传啊，大苏山上就有两个高僧轮流说法，就是慧师大师与智愚哈，都是以大乘佛法融会南北佛教的要义。慧师大师融合了哈融圆融南北教义的佛法推行出去，除了自己讲法，还需要真正心意相通能为佛教事业献身的弟子，在其他各处加以弘扬。因为慧师大师跟智愚在大苏山讲法，名声越传越大，前来听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当慧师师徒一心一意说法时，一些不服气的僧人也从四面八方赶来，试图和慧师辩法，他们以驳倒慧师为目的，以扬己之名为归宿。但事实的严重性啊，不止于此。在这个文宣帝天宝七年（公元556年）的春夏之交，光宗城西的观色寺请慧师前去说法，慧师欣然前往。在讲到大乘佛法的基本要义时，居然有僧人因为观点不同要企图殴打慧师。经历了种种灾难的慧师回到大苏山以后，对这种种种事件进行反思。佛门弟子从来都以爱护生命为己任，为什么这些僧人却屡屡犯规？只是因为观点的不同，恐怕未必。经过长时间的沉思观察，慧师认为
问题的症结仍然在于人的关注点，因为关注点狭小，没有足够的气度容纳其他观点，所以就会有悖于佛法的行为出现。种种的行为在行事者看来，当然以为自己是在维护佛法，于是呢，永不圆改，一错到底。然后慧思就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心愿，他就跟师徒们一起表达他的心愿，如有可能，我们真应该刻一部金柱黄金柱的经典放在大寺院里，供那些僧人百姓诵读，使他们明白在写经读经以外，佛法之中还有更高的境界。后来呢，慧思大师认为至于呢，在大苏山学法两年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给他，因此他就鼓励他下山弘法，开创自己的弘法事业。然后智愚就说，既然这样，弟子明天就下山，只是弟子此行要往哪里去呢？师父就告诉他了，出家人四海为家，无有定处，因此不必刻意到哪个地方去，但有一点必须坚持，那就是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以佛道行事，要把一切都看成是一种缘分，一切随缘而行，切莫在行事的过程中掺入个人利益的因素。在《维摩诘经》所说经所说的饶益众生不忘报，待一切众生受诸苦恼，以及所作功德尽已失之的观点，从字面上理解并不困难，但要真正实践怕也未必那么容易。里面的关键在于有无佛心。我希望你在以后的弘法生涯中要时时忆及弘法立身。果然如此，那么你的身在不在大苏山都没有关系，因为你的心中已经烙上了大苏山的印记，你会因此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大苏山人，这就是你出来时的宏愿，以道充皮囊，使行时兼美，否则即使你留在我身边也是没有作为的。后来智愚呢，就恭敬地对着慧思大师磕了三个头，就下山了。以后呢，他们还是会有见面的因缘。后来第三次遇害，金字造经，在北齐文宣第八年公元557年，皇帝高阳要境内所有的道士全部剃光头发当和尚，南定州刺史高元请慧思大师为僧人说法，僧人包括真正的和尚，也包括骨子里是道士，只是现出家相，因为道士们不懂佛法的规矩仪式，慧思大师在法语时的说法并不成功，因为每当慧思大师讲到精彩之处，道士们就齐声起哄，而且因为人数众多，局面就全由他们控制。慧思大师到南定州说法以后，皇帝高阳又下命令拆掉国内所有的道观，改建为寺院，道士们就郁结于心的愤恨，终于爆发出来，他们就全部武装，围攻寺院，法语寺的方丈被道士乱石打到脸上流血，仍然前往天乙道场的帐篷沟通，希望化解误会，会谈毫无结果。天乙道长说，围攻寺院只是为道士们争个地位，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收回成命。老方丈的伤势恶化，在圆寂前，就要求慧思法师帮着法语寺度过此难。战乱不止，人心浮动，慈悲有爱之举日益减少，慧思大师就以黄金打造《法华经》《大品般若经》，放在齐光寺，唤醒世人良知。后来以讲述造经的内容写就了《立寺院文》一卷，并传遍了大江南北，感化了僧俗大众。这个慧思大师的，弘法立身真的是非常的艰难，三次遇害，都是被陷害，就是前两次都是以毒药，要陷害他，第三次呢是道士，造反，然后呢围攻寺院，
那这些造金怎么样做呢？因为他以黄金打造佛经的宏愿，就是亲自参与化缘，就每一天啊，师徒啊就分头下山，挨家挨户讲述造金的意义，一点一点的劝募黄金，风雨无阻。在一个月以后啊，金光灿灿的华华经、大品般若经就呈现在大家面前。回顾整个造经的历程，大家就感到虽然会疲劳，可是化缘与造经呢同时进行，月与祭日，就是要唤醒啊人心啊，人与人之间少争斗，多些友爱，少一些杀戮，多一些扶助，进而达到和平的境地。慧师大师他避居南岳，又被诬告获释啊，就是因为他宣说大圣佛法嘛，可是还是又被密告啊，就是在衡山九仙观的观主啊欧阳震泽给官府啊投告密信，北齐和尚慧师是间谍，目的是要摸清陈朝的军事底细，并以说法啊为理由啊蛊惑民众啊。慧师已经在衡山埋下了大批武器，作为暴动时之用啊。那也因为呢，至于啊，他因为在外地弘法，然后跟那个官府大人他们都很友好。就有一天，那官府大人就问啊：“你知道有一个慧师大师吗？现在有人投告密信。”然后至于就说啊：“慧师大师是我的师父，家师一生说法弘道，所重者为百姓之安乐耳。战争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正因为这样，家师在说法过程中曾几次为人所陷害。在这样的历境中啊，家师都没有动摇他自己的观念，说法弘道依然如故，又怎会恨生是非，主动挑起事端？”就至于就对两位官府大人说明了，所以呢，也因为至于啊的表述啊，也让这个慧师又化险为夷了。因为苍天不负好心人嘛，这个事情的转机啊，其实就是要靠助缘的，而且有贵人的出现。因为本来呢，两位官府大人在谈事情，然后呢，他们也就请教了至于，结果呢，反而是提到这个慧师大师。那因为两位官府大人知道智宇的为人嘛，都十分敬佩，所以就由智宇啊出面帮他的师父澄清了哈。所以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值得去了解的。因为事情本来就不复杂嘛，然后这些官府大人啊，就从道士们的话找到了破绽。然后各个击破，于是真相大白，慧师是无辜的。地方官员于是赶紧解除了对恒越氏的特殊保护，而使者们就向慧海啊、深造等人通报事情前因后果以后，赶紧就带着为首的欧阳震泽，就是道观的观主哈，欧阳震泽回京复命了。然后呢，剧本上奏，后来就下命令将欧阳震泽押入天牢。等慧师抵京的时候再行处决，所以这些事情就全部一气呵成。哦，这个是他避居在南岳的时候又被诬告哈，他结果还好是自于出面。服役于恒越氏的道士，后来在慧师法师回归恒山以后，都全部啊获得自由。据记载啊，道士们对慧师法师的恩德啊，似乎并不感激，强烈的复仇之心使他们在几度轮回之后啊。纵火焚毁了慧师法师的肉身塔，这已经是在500年以后的事了。为什么？因为道士他们还是认为，这个很多的这个他们就是报复啊，这种报复的心啊，不是一世的，是后来经过了500世啊，他们就纵火焚毁了慧师法师的肉身塔。那因为啊，在这个慧师他也是对于弘法立身啊，在南岳的衡山乐史有记事啊，
陈朝皇帝是蓝月师大禅师啊，降伏道士铁剑记哈、啊，就记载了哈、啊，慧师大师跟这个这个道士的一个因缘啊。本来呢，其实慧师大师是慈悲为怀的，他也劝说啊，欧阳震哲企图害你性命，国师为何还要为他求情？慧师大师说，一切众生皆可教化，切莫草率的以杀身处置，贫僧希望陛下能将欧阳震哲等人花肥横山，由贫僧负责教化，以观其效。因为皇帝也是很尊敬、而且将慧师大师奉为国师，可是道士他们还是耿耿于怀，是在500年后他纵火回魂了慧师大师的肉身塔。那在慧师大师后来在金华说法空谷回音啊，慧师大师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使他参悟了人生的要义，在圆寂前他开始两首偈言，希望大家能从中悟得一些道理。道源不远，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求他觅，觅极不得，得意非真，顿悟心源开宝藏，隐显灵通几真相，独行独身常为伪，百亿化身无数量，众令逼色满虚空，看时不及为丞相，可笑勿惜无比旷，口吐明珠光幻幻，寻常几说不失意，一语标明言下当。这是他为他的师徒最后啊，所开示的偈言啊。慧师大师哈、他对于个人的生死其实早已置之度外了，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使他参悟了人生的要义。当他哈、有时候在这个城市的时候，他觉得整个人类的发展的历史一如一条幽暗的隧道，其间遍布了坎坷起伏，以歧途插路，需要光的指引，而佛法正是诸多光源中的一种，如何将佛种从前人的手中接过来，再经过自己的努力使佛种明亮些，是自己及同时代的人所要做的。当慧师回顾自己整个的生命历程，他觉得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讲经说法也好，写作也罢，正是起着一个传递火种的作用，自己需对得起师父及包括空总老人在内的所有前辈，他们传给自己的佛理不能就此告终，同时自己也需对得起自己历年代的悟法所得，将它总结出来，连同前人的知识一起传给后人，薪火相传，奋笔疾书不停的慧师啊，就开始以思想从事说法与写作事业。当他写完自己所要写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案前已经堆起了厚厚的书稿，这些书稿流传到现在，既有《诸法无尽三昧法门》二卷，《大圣止观法门》二卷，《随智意三昧法华安乐行义》各一卷，是慧师大师一生心血的体现，也是慧师大师满腔爱心的凝聚。效法菩萨道之力行实践，历代高僧风范智慧与悲心之示现，就大圣精神，以大愿与大行为佛教，也为众生之菩萨道的实践，此即诸佛菩萨之本怀。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为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参着历代高僧与祖师之慧见与体悟，高僧的生平传承及主要思想，以及对后世之贡献，深觉佛法是启发众生思维诸法实相，升起大慈悲心的指南。我们可以肯定，为众生便是为佛教，一定要为众生归敬三宝，听闻正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